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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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？我突然一下头有点晕。头晕了？怎么头会晕了呢？可能刚刚走路走多了，然后就晕了。去拿瓶水吧，拿瓶水。啊？不要不要，休息一下就。我去拿一。休息，没事没事。休息一下。那你这去哪里了？我刚从街上回来。你去街上干嘛呀？昨天我回去的时候，我奶奶突然生病了。然后疼了一晚，然后我早上看，晚上看着他很心疼，早上就去早点下山去拿药了。去给你奶奶拿药了？嗯。你奶奶现在是没事吧？现在我才从带了点东西去街上买，然后就卖了一点，然后买了一点药。哎，那你在后面背那么多，这接杆干嘛呀？是我从。刚刚从上面过来的时候，看到路上堆了很多没人要，然后顺便带点回去烧。哎，我的天哪，你这太辛苦了，你只能一下背这么多，这肯定非常的重了呀，对不对？啊？青秀，我的妈呀！没事吧？你这么懂事，太让人心疼了。秀，以后再有这种事叫我来干，知道吗？你这样太辛苦了自己。不用了，谢谢你。我那个秋秋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讲了吗？那个我早上过来就是可能说呢，把你这些剩的东西都给我，你怎么还拿下去干嘛呢？是不是？我看你们早上没有来，我奶奶生病了，我很着急，然后就把她带到街上去。你也是的，我叫你留个联系方式，你没留吗？我忘了咋样。哎呦，我真的。那不怪你吧，张哥。我今天说早上早点去，早点去，让你起来，你睡到现在才起来，那不怪你吗？我上午不是有事情吗？怎么能怪我呢？是不是？那咱们要早点上山，不就发生不出事了吗？你们俩别吵了。我不想跟你掰扯掰扯。那个秋秋，这样吧，车上去好不好？那个，奶奶那个药买了吗？买了一点。买了一点是吧？那这样吧，那你别背了，这太重了，知道吧？你赶紧就是跟着我上车，然后我送你回去，这还那么远呢，是不是？这样不好吧？怎么不好啊？你上车，我不说话了。上车，好，肯定好的那个。这样吧，你扶一下，扶一下，扶一下，你给我过来，过来。你小伙子，我说真的，我怪不得我看你今天穿这一身呢，对不对？还打个领带，啊？你我就知道你心里面怎么想的，我都知道，你懂吗？啊？你是不是昨天看到人家有意思啊？啊？这样。我现在对吧，我跟你讲一句很严重的话，现在他辛辛苦苦背下来的柴，这个柴是你背还是我背？当然我背了。那你背吧。那个一万啊，那你辛苦了。没事，张哥，你把秀安全的送回家就行了，不要管我。你小子真的，那我们走。好，你们先走。我们走。好，你慢一点。好好。真是为了爱情的力量呀、啊！才发现，原来花开都